OK，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第五次上课了哦。然后第四次上课的内容哦，基本上的重点稍微再回顾一下哦。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选课资料里面的本来是一个班级哦，那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取出来，可能我希望做一个统计分析，里面包含就是，我希望知道哦，到底哪一个系所哈，所以我利用系所。哎，怎么样把系所资料从那个班级的那个栏位哦，可能 B 栏，然后取出来变 C 栏，还有那年级或者像学硕士班哦，这个相关资料呢，把它取出来的话，好，那当然呢，最简便的方式在 Excel 里面呢，一定就是用所谓的公式了哦。那这个公式里面会需要到哪一些函数了？我想我们上个礼拜主要练习就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函数，我叫 find 函数。那这个 find 函数的话呢，其实它最好用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当你要的资料哈，你不确定是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它有的时候位置不见得固定在第几个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哈，你就可以用 find 这个函数了哈。当然 find 这个函数呢，它衍生有一个叫 search 啦，其实 search 函数跟 find 函数基本上，如果对中文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啊，如果对英文差别是有没有这个。大小写的差异的比较了啊，所以如果像 find，我记得好像它是有哦，这个检查那个大小写。那如果你用 search 是不检查大小写的哈，好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原则上呢就继续再针对另外一个范例哦，所以今天的话范例会更复杂一点哦。那这个范例的话呢，请各位哈，不是从范例档，那范例档案里面其实也有一个范例叫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不过这个资料的话呢，因为它不是最新的，所以呢，我是希望哦，你们自己去从那个网络上去把这个资料给找到。那主要我是希望哦，得到可能三个问题吧哦。第一个问题是说，历年的那个台北市的住宅窃盗案件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它可能提供我看一下，好像它从104年开始吧哈，然后之后的话呢，到一百。也许到去年好了，到底窃盗案件是增加还是减少？哦，那可能第一个问题。哦，那我怎么知道答案？哦，当然就是直接从那个开放资料里面去取得哈。那第二个问题，所以这个你们直接可以看那个云端白板哈，云端白板这边第一个单元哈，然后这边的话一样会有一个叫做台北市的窃盗点位资讯的这个讲义连结哈。那当然呢，我是希望最后做出来三个图啦，一个图是历年窃盗折现图，一个图是台北市的各区好了，到底哪一区是窃盗案件最多的？好，疑似就说了，当然你可以避开这个，相对你将来居住的治安会相对比较好吧？那当然呢，如果人家问到说，到底台北市哪一区的窃盗案件可能是最多啊？可能你直觉很多会想到是万华区吧？每次同学说哪一区？好像觉得万华区一定最乱哦，不过其实统计出来结果好像不是，他还没有排到第一了哈。OK，第一名还有别人哦，他排第三而已哈。OK，那原因何在啦？当然我们主要是先统计出我们一个大方向，那至于细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当然你可以再深究啦。不过这个可能就要做很多功课了哦。OK，好，那最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希望知道到底。台北市的那个哪一条路或街或道，它的那个窃盗的案件数量是最多的。OK，好，那当然你要把这个前十个就好了，因为最后好像统计出来总共500多条，道路，那不可能500多条每个都列吧，太多了，我们就取前十就好了。大概是这个三个问题，可问题哦，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数据图像化这一件事情哦？尽量把它做出来了，当然这个我是觉得 Excel 在这方面真的是应该是没有对手了哦，我觉得，因为现在好像只要用到讲到那个图像视觉化的这个部分哦，工具的话哦，我想应该 Excel 应该是排的还蛮前面，而且蛮方便的了哦。那当然还有其他工具啦，只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方便使用，像比如说像免费的像 Google 的试算表一样可以做得到。但是真的挺麻烦的啦，我是觉得 OK 哦，虽然免费是免费，但问题是不好用啊，没那么友善。我觉得，尤其是对于那种怎么讲，
可能你不是属于专家类型的啦，或者你可能你对于试算表都不熟悉的话，那你更不要说你要用复杂一点的工具了。所以，如果以目前看起来，Excel 应该算相对的简单啦，OK 哦。不过啦，当然对于你比较少用的同学来说还是困难。不过应该已经在困难的所有的软体里面应该算简单的啦，OK 哦。好，那首先的话，请各位哦。先找到一个关键字，好，请你在 Google 上面打一个开放资料，好，这关键字应该不难理解吧？那现在这个开放资料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了，那衍生出来就所谓的开放政府了，哈，因为现在政府哦，只要你很多东西越不公布的话，哈，你越会被人家质疑，然后越就觉得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有没有？所以如果假设你越是开放哦，我觉得啦。越是没问题啊，不然的话你要怀疑。我发现你们这个世代很喜欢开放啊，所以每次同学就一直说老师你这个成绩你怎么算的？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讲哦，我的成绩就四个嘛，很清楚，而且你都欢迎你们这样也可以来查，OK 哦，完全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最后的学习成绩哈，我公布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质疑的啊，顶多好像上学期就有个同学他会预先打预防针，他跟我讲说。有一个同学哦，他还直接告诉我他的名字哎，我想说，他说那个同学哈，其实都找枪手帮他做作业，好，然后怎么这样子，反正他就有点像小报哎，应该不过好听一点叫吹哨者吧哈，OK。后来我就仔细看一下那个同学，他最后交的报告哎，发现基本上应该是用 AI 产生的，因为一看就知道了。好，如果你是用 AI 产生报告的结果的话。其实真的有些地方很明显的就是 AI 的那个调调了，OK。所以你们交报告的时候千万记得哦，千万不要让我感觉到你是用 AI 机器人产生的，哪怕你是参考，但是你只要修改一下吧，哦，不要完全一样。我是希望看到，哪怕你打错字，我都觉得哎，这是你做的，不然你完全太完美的话，是不是感觉好像不太像是你自己亲力亲为的啦？哦，好。好，那今天的话，我们重点就是第一个开放资料、开放平台。所以呢，往后呢，你想要找政府相关的讯息，比如说像最近发生的事情，像交通议题吧，哦，大家不是什么行人地狱嘛，有没有？那到底交通有没有改善？其实上面都有答案了，哈，哦。那治安啦，还有包含就是说，其他的啦，像什么兵役有没有？最近兵役啦，还有什么就等等的哈，还有像婚姻嘛，大家蛮喜欢做的，到底离婚多还是结婚多？有没有哪一个县市？而且哦，这资料都有哎，然后之前也告诉同学做，大概几月份离婚的人最多？哎，真有答案呢。OK，不知道为什么哦。然后结婚什么时候最多之类的啦，当然你们有兴趣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我希望其中报告哦，你们去做的，就是说你找一个题目去做统计分析。那过程的话，就是利用我们上课所讲的，包含就是函数啊，产生公式，然后录制句集啦，或者枢纽分析图、枢纽分析表，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告诉我这个你分析之后的心得。OK，好，你也许你刚开始可以猜测嘛，我也不知道答案啊，比如说到底台北市的治安是变好还是变不好？你可以先猜猜看嘛，我觉得最近好像治安好像不好，对不对哈？那你可能街头访问好了，到你会发现哦，街头访问每个人讲都不一样哦。OK，而且好像我发现街头访问还有颜色的问题哦，好像绿色跟蓝色不一样颜色，好像就对于那个每个议题奇怪，我觉得好像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不过不管，我们相对要客观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请你自己去找资料，就会有一定的。客观的答案哦，那比如说这里的话，我想找到那个什么窃盗案件嘛，或者住宅件，那你就打一个窃盗哦。当然，窃盗有很多种啊，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大家比较有关的，而且甚至你可以在前面打个台北市啦，台北市窃盗也可以，搜寻应该比较快。那底下的话呢，理论上就会出现什么台北市，当然有各县市啦。不过因为我们在台北市哦，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先找到那个台北市的住宅窃盗的。那一个连接，我好像基本上记得好像是在第四个吧，哈，它就出现了。OK，它为什么这么慢？应该大家是不是同时连线哦？这里，那找到之后的话呢，你把它打开来，啊，打开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如果可以啊，将来我是 GSV，因为的话呢，它利用还没有这个完全。另外说资料的话，它是年100年住宅的，
关的字，如果有人打，又把那个是有其他登录，那登录上就也包含他哦，然后刚好时段地点，那我们不是数流还是哦，那说换了他去的路啦，其实就可以啦，这地方你可以看到哦，除了 C 上面别有啦哦，其实可能就像现在蛮省大家来方便做一路的动作 ，XM 这一幕应该是 CS 比较美哈，它会直接就哦先副档指出来哈，这个副档啦，这边这个副档不是里面的 X， 它也就是说，因为它也就是说你是有打江龙表，也是如果你有它指头表哈，第二个你打干嘛？因为可能它有个五 UT 嘛，不过还好了，下哈前的话看嘛，将来之后我同学的本事乱，那我是用另外打，你不要打开你哦，然后也有个叫。你是用下你方法先去开，那从好处它选择码方 ，OK， 这边直接好了。那这是从连字少比较可以去选码方哈，不过没有人暂时考虑。然后的话呢，它从设计你讲全是 C， 我刚刚讲那都用法哦，那十的问就是一个工多个工问题，对了哈，对吧？把它转了，成长的直接把它就会存活一波，因为目前成，所以我们只先传把它加储存，好，那就一劳，那就要的一个接把值好，而且来自于台。对哦，应该这个对吧？哈，但应该不是。如果你公务员要登，他有行哦，他不至于。第二，我想写答案。那目前说下面发现的公司把意思资料先起八记录，就是说上面的就是2014年13月哈，对，唯一有这个案。我想是答，就是一个110还不错，114，切加减少。第一个从这个资料里，因为我写的是你运行年嘛，一年首先年是年，这看起来好像日期，但是其实是把它分段。可以分切多好之类的啦，是你怎么办？所以请跟 A 单位先来回一下，用那么新条啦，我一选，然后快点让它蓝快。但如果你是的话，方法里面有个格式自动调，点一下，从这边麻烦选到一下，还好。因为我同一年呈现的方式呢，可以用原型态式，用直挺产生。这个时候线图卡的，因为它除了之外有时间中的时间表，零哎有时间，然后又有画，那就很清你股票是有股票。那因为我没弄个简度够，所以接下来一个栏叫年，所以哦，在 F 了增加栏位。那这个是从把三个03，哎，所以蛮纯的，七个字，哎，前三版的哈、哦。第一个啦，哦，这个里面的准的是因为加两字起字，那这个不过啦，这个是隔的，不过我要取么取过嘛，差一个字嘛，在里面办好了、哦，用 tab 日，那要取三输入，好，那你可以函数的事情，第一个是数字，利用的话呢，这是文字，能够有。因为先转字之后才能，所以你也有方子，就是文转成后呢再字，所以的话不会是不是记文字讲哦，没有特别这个错误。主我看到的时候他呢看到是文字哦，他其实文字以后这样认为意思，你让他得到不得了。你如果一些莫名讯息，那其实是要按意思是文件西方，它是靠左的话哦，哎文字。如果你要靠右把它转右了，再把它转数字文字转法，其实先加一个 value 哈，八五七。函数都会把03换成的数，那明显的看有没有看？跟各位其实不用急，就不要这不会把它啊先复成就可以填满，这样完成。但哦，不过上明明是100，还有103，你怎么会？应该是都将来就好了。然后100啊，100之类多之类。问题到呢106，他说哦，慢慢算一下，105再109啊，所以算几下来切入什么？分析表上就满了。分析表第一个先，第二个枢纽分按去啊，让我产枢纽在的啊，你只要把列再把年。这边它嘛有没有键数68的话呢15哈，还有一个是好像是这个我也比较多，那关系吧隐藏千头哈，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取消103，你不要打，就按去留就我们要应该可以了哈，按照最后画一切的那怎么样放这里，然后那个什么分析的数图了，画给了，所以出个历年图吧哈，然后换了找日子填图，我西预设的节点没起来面对，所以我选这一个。资料的差面会有点的、啊，比较轻的，是找这还有自己。那这个是图哈，你可以看，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的，就会有去解释的按键量的话，这样的一个音域，其实是最好110你查了科比，只要那别的，其实我刚想进去的自己拿，我只好不过说去的哦，因为我这样的我这样站得住，是你没有任何资料凭空说，其实没有。图最后可以大家可以明白上啊上一哎改一下什么那折线线，好的线的话直接拿坐表来好这个哈，并且常用改成黄色的字吧，20号字差不多哈，然后加个粗体了哈，把它变漂亮一点哈，然后最后的话这边有个图例有吗？这个合计这个好像多的嘛哈，那你可以把这个右上角的加号有没有？直接可以把它打勾取消，这个叫图例，图例打勾取消。
这样子，哎，就更完整了。当然，你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叫，加号这个地方，图表一样项目哦，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用啊，比如像你如果要显示它的数量，你可以把资料标签打勾。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趋势线的话呢，这边可以把趋势线打勾，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打勾了。比如说像到底数量多少，你可以把它打勾，哎，感觉有没有哇，更清楚了。 你这个图直接拿来修PPT啦，我真的没有人家有什么挑毛病的啦。我说哇，太好了，怎么有这么好这么清如果这画一个趋势线，马上可以看出来，哇，治安简直越来越好了，快要已经快到底了。OK， 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应该台北市的治安哦，应该是全世界真的是。 宜居的地区应该哇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OK， 所以为什么常看 YouTube 上很多外国人一直在夸赞这个台湾哈，夸赞台北哈，因为夸赞那个台北捷运哇，已经看太多了，所以实在是一直感觉到哇、哦，台湾这地方实在太好了，自己在这边居住感觉好像是与有荣焉，好像出国好像不过如此而已哈。OK， 台湾原来也可以变越变越好，对，因为我那个年代我们出生，我像你这年其实台湾蛮乱的，说真的，哦，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像我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师大夜市哈、哦，晚上是真的是叫夜市哦，在那公园是到处都摊贩呢，还有卖那个我们常晚上就很多同学一起去吃那个是什么吃牛排。 就像夜市，你们现在到那种夜市吃的那种路边那个牛排有没有？哎，真的以前都有，但是后来被赶走了啦，因为大家可能希望居住品质之类，然后越来越管得比较多了，比较严格了，所以慢慢那些都消失了。哦，哎，但是我是觉得啦，当然各有优缺点了哈、哦，就是很多东西有规范是好，但是有些时候规范太多反而你很不自由的感觉了哈、哦。好，不管。 重点就是第一个哈，请各位先把那个历年的切到折线图哦，哎，把它绘制出来哈。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第一个哈，我们就是利用什么？利用这个地方的原来资料，再插入一个年的栏位哈，然后函数的话就是 left， 很简单，再利用这个地方插入枢纽分析表，把枢纽分析表这边年拖拉到有没有？拖拉到列，然后把年拖拉到值，然后把这边隐藏。 隐藏几个嘛，哈，就是102、101、113，然后再绘制一个什么，就是枢纽分析图。那最后的话，大概就是把这个做出来好了。OK， 好，这个图是最简单的了哈。不过我们今天目标是要做三个图，第二个图的话就是各区所占的比例，到底哪一区的窃盗案件最多，有没有？哦，然后第三个图最难，第三个图就是哪一条的路或街或道。 的窃盗案件最多哪一条路哦？哦，而且那一条路好像应该也可以猜出来了哦。OK， 不过我是觉得也不太意外了哈、哦。那个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了。所以待会哦，还需要两个栏位嘛，因为这个栏位应该可以猜出来，就区嘛哈、哦。所以这边待会再一个区，好、哦，然后再一个最难的就是路街道。 那其实为什么要叫路街哦？因为其实那个名称可能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街嘛哦。后来发现好像还有，市民大道什么什么道有没有？还有什么凯达的橄榄大道啊、哦？很长的。不过理论上这边应该没有凯达橄榄大道啊，因为那边好像门牌号码应该就只有总统府吧？我在想。OK 哈、哦，所以这边的话呢，你就直接就路街道三个。好，那这个怎么取得？哦，这个怎么取？自己先试试看。 那也就是说，有资料你才有办法做所谓的枢纽分析。OK， 好，试一下。